宗鑫终于发美香的视频了，是发在抖音的视频号和微信的公众视频号上面的。这个视频一共是30多秒，视频中动态的美香跟宗鑫在微博官方发的照片上面看起来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宗鑫发照片和视频都是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在视频号上面只发了美香的视频，暂时还没有发天天的视频，跟昨天在官方微博上面发照片是一样的。昨天美香的照片是下午的1点15分发的，但是天天的照片是下午的3点47分发的，中间间隔了几个小时。在微信视频号和抖音视频号上面，不光是有美香，还有小奇迹、申遗以及繁星、甜甜和阳光的视频。宗鑫现在是官方微博只是发照片吗？然后会在抖音和公众号的视频号上面发视频。现在照片里面的美香看着也是珠圆玉润的，视频和照片里面她的眼睛都是亮晶晶的。跟天天相比，美香身上会有一种成熟大姐姐的范儿。对比起来，天天回国之后精气神好很多，就有一种返老还童的感觉，就是看着会比以前年轻一点，更加奶乎乎了。这一组照片当中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镜头了，感觉天天有一种乐呵呵的喜悦感。